끌어들였다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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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一支商队想要避开争分，从您的地界上借道而行，还望马司令行个方便。明天傍晚城东，7点我准时换防。快，动作快啊！慢时小节，可不简单呐、啊！把战舰所有线上的舰艇全部打开，我倒想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。马上去通知。 说，聂九带我们走鸭脚吧，是为了帮他报私仇呢。您爱走不走，没人求你跟着。那我就不管，我就待在聂家寨了，我哪儿都不去了，行吗？不要就听大哥的，咱哪儿都不去。既然聂九他们选择离开，就说明他们不配做红军。什么时候说过？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是我的事儿，这件事上该让你们红军占了便宜，一样不会少。但是这件事儿，你们一概别插手。如果一名红军身上有土匪的习气， 那样会给队伍带来极大的威胁。咱们坐越来越多了，咱们打完怎么办？到时想撤也撤不了了，赶紧走！去聂九了，聂家，走，走，快啊！终于有动静了，是我们那边吗？有一支红军小队截取药品失败，现在药品已经运到渔阳城等待支援前线。与其我们在这儿等，还不如赶紧到渔阳城拿到这些药。 现在是大比当前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能拿自己的命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跟聂九同志，只是工作关系。赶紧把我媳妇放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聂九同志，你别叫我同志，我不是你同志。穿上这身皮是你们同志，我脱了这身皮就不用再叫我同志了。停！ 聂九，当年你送我的这对耳环，对我来说比命都珍贵。但是3年前，你的不辞而别彻底改变了我，我恨你。我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。你这样无法无天，对得起组织，对你的信任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。 快点！你把他们放了，我就跟你走。今天当我踏进这个小院，我就是党国的罪人了。国民党大特务白鲁桥如果没死的话，说不定哪一天你就成了他的乘龙快婿了。你们三个的面目，我们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。 如果我能死，你别让我白死，行吗？快，向军旗靠拢！快！什么叫同志？生死与共，肝胆相照。他们那是比兄弟还亲的兄弟，是睡一个护炕，蹲一个战壕的革命战友。今天站在这儿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我聂九的兄弟。这场仗，无论生与死。 我们必胜！大哥，如果有来生，我爱做你兄弟。无论你们怎么处置我，请让我戴着这顶帽子，但我也想堂堂正正的活一回。